看一下广西的屏幕，体倒立转体360。今天上场的是廖新宇。侧空翻接小翻，这一串满足了技巧编排要求和舞蹈的编排要求。挺身前空翻地阻，这个结环从这个角度来算的话是算不了的，毕竟他的后腿确实有点低。水平逆转360 C 组的难度，链子地组，毽子转体360下。